100大魔镜，今天代表我们欢乐、快乐、危险的时刻，也就要给大家带来了。我不知道现场的哪位美女，我们漂亮美丽的叮当小姐，一般美丽的女孩子都喜欢站在我们舞台的中央来展示一下自我，是不是？掌声有请。我们沈女有点好奇啊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。今天呢，我想问你一下，我准备了一样道具，我不知道你喜欢，这个吗？还不错。还是这个？你喜欢哪一个？还是它好了。喜欢它呀？对对对。叮当属兔了。很好。其实呢，今天我们这个只是一个配角，我们今天真正的主角在这里。这个。一把铡刀，也是要切菜煮菜。我们要切菜，我们要做饭了。不过呢，我们要现场的朋友看一下，确实是一把。哇！哇！这么快？寒光闪闪的铡刀，我们把铡刀再放回原处。之后呢，请我们叮当小姐来。你自己做，对对对，下面塞上萝卜，下面这个洞，要塞进去一个，上面还有一个洞，也要轻轻的塞进去，一刀要两断就对了，我们用力，一二三，哎呀，刀快吗？很快啊，刀很快，对吧？这个没关系了，我们再提起来，再提起来，再提起来，把我们萝卜再放进去，下面放萝卜还好了，可是这样切菜还有上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上面这个萝卜好像不太好看，有点皱了，丑了。我看到这里有一个，不能逃掉的，对吧？来来来来，我们借这样一根小萝卜，小小的白萝卜。这个下面会痛的，会流血。没关系，这个我们一刀下去很快的，一刀下去很快，好不好？我没有买保险。我们喊一二三，好不好？一，我还放的刀好像比较多了，太可怕了。这样太恐怖了，因为我觉得这刀很快，然后有可能。没关系，我们再试一下，好不好？再切一根萝卜试一下。对啊。哇，这个太危险了啦。这一次你千万不要乱逃，我们要放进去，不要紧张，我已经感觉到我们叮当小姐手在抖了，紧张啊！来来来，放进去，一，我没办法配合，这个真的要时间克服的，你要多久才可以克服？我们的叮当小姐确实有点害怕，对吧？不过没关系，请我们的品源哥过来一下，品源哥好，品源哥，手要弹吉他的，对，他要作曲的，对，所以呢，今天不是砸您的手，没有，您绝对是好事情。谢谢，谢谢你，真的是很看得起我，所以呢，我呢代表节目派红叮当出场。我这个小指啊，我这个手指头啊，基本上啊，我这手指头啊，基本上很奇怪哦，经常没有人推我的时候，我就会自己往前走，我不晓得为什么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我跟你讲，你今天算我运气好。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推荐一个圈内内最勇敢的牛奶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。今天呢，我们三位嘉宾都推来推去的，都是有点胆战了，是吧？好不好？我们选一位最勇敢的，最勇敢的，好不好？出片歌手，最年轻帅气的，什么都不怕，而且也是非常非常勇敢的。不过呢，今天其实也很简单，你做的事情很简单，我们不砸你的手，不砸我的手。我们还砸叮当的。他不耍我们吗？我跟你没有仇啊！没仇啊！到时候他受伤也好卖上价钱呀。这是刚血淋淋。我们选择的是一根手指，对吧？对。这一次呢，你一定要抓紧了，我们把它整只手都放进去。这只手啊，这样好吗？安全吗？我们下面呢，还要放上萝卜，上面呢？放上凤爪，对，回去就可以腌了。虽然凤爪挺贵的。来来来来，不要抖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这真的快了，这样如果还
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牢牢地抓着我们叮当的手，这样子抓，哎，要抓紧了。哎呀，你好可爱，千万不要让他跑掉。只手，哎，你不要这样子欺负叮当了，叮当再过来一点。把手拉过去，来，我们抓牢了。之后呢，我们看清楚叮当的手，还有下面这一根萝卜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到了。随着我一起喊，倒数三下。我们叮当手还没死，没死，没死。来来来，我们再试一下我们的砸刀。重点是刚刚，哎呦，这是真的。哎呀，哎，我刚刚有感觉，就是真的是这样子，很那个，有东西在上面。对对对对。而且重点是你刚刚手在上面，下面还有一个萝卜，萝卜是断了，你的手没对，没事。对啊，哎，非常感谢，掌声鼓励，哎，感谢我们叮当。谢谢叮当，谢谢牛奶。李亚峰啊，哎呦喂，你好一个李亚峰啊，你这个你胆子好